だけど、だけど、だけど就是可是的意思。可是这个连接词还有 demo，应该有听过嘛？或者しかし、しかし，还有很多。不过基本上常看到的大概是这三种嘛。那怎么样用分别呢？简单来讲，しかし。它是比较硬一点，比较正式一点。那如果是比较轻松的口语上，会用到しかし、しかし，哇，听起来比较严重的事情。那 demo 或者だけど，它是比较口语，而且场合是比较轻松一点的语气。demo だけど，可是可能是跟家人讲话，或是跟同学、朋友讲话的时候，常用到的是 demo 或者だけど。意思是一样哦，所以 demo 跟 dakedo 的意思是一样的。那么看一下例句：Nemui dakedo benkyou shinakucha。Nemui dakedo benkyou shinakucha。Nemui dakedo benkyou shinakucha。哎，什么意思呢？Nemui，爱困，Nemui，爱困。だけど可是勉強しなくちゃ，必须要读书，就是鼓励自己的语气。勉強しなくちゃ，我该读书。OK，是这样的语气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首先这个也是很好用到 Nemui，Nemui 呢，它是一个形容词，就是爱困的状态。だけど、可是、勉強しなくちゃ。はい、你看一下哦，原本是します的耐心、しない。对、勉強しない、不读书。那しない的い改成くちゃ、しなくちゃ，意思就完全改变，意思是我该怎么做？对，我该怎么做才行的意思。勉強しなくちゃ，我必须要读书，我该读书才行。好像就是打起精神的感觉。OK。